咱互相互插，讲选举爱有人性，但是中批评对手编故事，讲周万安的电影应该公开来道歉。啊，周万安嘛甲呛回去哦，讲这个选举的过程，伊家己拢会尽可能甲支持者保持适当的互动。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但是中加一个穿白衫的女性做伊行出餐厅，这个女性就是台北市联谊会院长林雅玲。影片接尾有一个十八人提醒讲，涂口有一个屯，台北市议员徐嘉欣站的阁压了讲，十月七日被翕到这47秒影片，本来今日后壁这个林雅玲因翁台北市联谊仁爱区副院长丁金聪行到因两个人身躯边啊，远远看袂清楚。进前徐嘉欣有提出看较清楚的相片。走出门的时候，手就已经揽在肩膀上面，非常的亲密了嘛。左边有一个男生，可能觉得说，哎，这样子好像不太好，过去哈，然后就比了一下。可是呢，陈时中依然固稳。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一个恶劣的动作，那无端的把其他人引射进来，其实都是一种伤害。我觉得在选举、在选也应该要有人性。面对南亚连连的指控，陈时中除了强调讲这是朋友之间的互动嘛，批评对手拍算要编故事模糊选举的焦点，要求周万安的阵营对这款选举行为爱回实力。昨天都有说过了，谢谢大家。我太太也对这样的一个情形，身为一个女性都会有所不满。哈，选举也好，平常做人也好，都是人呐、啊。好，把人做好就好。选举过程，我们都尽可能的保持适当的互动。虽然陈时中表示泰州收听，认为讲这是选举的抹黑，因为周万安讲，那是伊会尽可能保持适当的互动。是活生生的蓝绿恶斗秀、实境秀，都不需要再去搞搞这种花样。投票时间愈来愈晚，因为陈时中饭后这个影片一个被公开，可引起那六百三分论战，候选人的一举一动，拢会引起外界注意。